雅歌第八章。一战可未得到你，亲像我兄弟，亲像吃我老母一零的兄弟。我伫外面拄到你，就甲你尽嘴，什么人也未看轻我。我要引带你，带你入我老母的家，我通领受家事，也就乎你啉下流汁甲调和的酒。伊的刀手要破我的头壳，伊的正手要破我。四站，耶路撒冷的正查某囡仔，我吩咐恁唔通教育伊，唔通叫醒我所听的，等候伊家己情愿。五站，迄、那个靠着所恋爱的，对旷野上来的。是什么人啊？我伫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的老母伫遐为你痛苦，生你的伫遐为你痛苦。六站，求你将我下伫心，亲像印，下伫你的手骨，亲像印。因为爱情亲像死的坚强，道行亲像阴间的残忍。所发出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猛烈的火焰。爱情降水未当消灭，大水也未当淹没。若有人提出来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的确予人藐视。八站，阮有一个细汉小妹，伊的两粒灵也未忠诚，人来讲亲戚的日。我就为伊怎样办理？九站，伊那是墙，我要伫迄顶面起座银塔；伊那是门，我要用白香茶板为伊。十站，我是墙，我两粒灵亲像顶面的楼阁。迄时，我伫伊的目睭中亲像得到平安的人。所罗门伫巴勒哈文有一棵葡萄园。伊将这个葡萄园交予过手的人，为着其中的果子，得纳一千舍克勒的银。我家己的葡萄园伫我的面前，所罗门啊，一千舍克勒归你，两百舍克勒归予过手果子的人。十三节，你一个踮伫园中的，谈判拢爱听你的声音。求你予我也得到听起，我所恋爱的啊！求你紧紧来，亲像羚羊，还是鹿啊，伫芳草的山。